好，首先回一下上节课讲的内容。上节课讲什么来着？上节课讲的是文字工具。什么叫文字工具啊？文字工具是干什么用的呀？哎，就是写字的，对吧？写了字之后，它怎么样？可以改字体，比如说写一二三，哎，这黑色、白色的不成，写黑色的或者红色的，哎，这有字了，有字了之后呢，我可以改变它的什么呀？我可以改变它的字号、字体，对不对？这都可以改。那么这个文字工具它可以怎么样？栅格化，矢量工具也可以栅格化。那么具体什么叫栅格化呀？当我栅格化完成了一什么功能啊？比如说我在这儿用这个红颜色，我画一个形状图层。好，我画完了之后是什么样？哎，你可以注意到我画完了之后它是怎么样的？我还可以随便拉它，对不对？我要拉这条边，哎，拉这个点中这条边就出现它的两个控制手臂，对吧？点中这个点呢，控制。出现这个两个点的控制手臂。如果说我要把这个点变成尖点画呢，我可以先点中这个点，出了两个控制手臂之后，然后呢再用转换点工具把它变成尖点，是不是这样的？那么这个时候我把它栅格化了。什么叫栅格化？栅格化之后，咱们再看看什么效果？什么效果？它还能不能拉呀？不能拉了，对吧？哎，它全都实实在在形成了这种相应的有深有浅。的这个一个一个的格啊，这个格叫什么呀？像素点、像素格，对吧？它就格化了啊，格化了之后就不能拉了，栅格化。文字也一样，右键它怎么样？哎，后边一点，右键它栅格化。这个时候你还能改字体吗？缩小一点，在这儿呢啊。比如说我看这块，你看它怎么样？是不是也栅格化了？形成了一个一个像素点了，这是所谓的栅格化。那么这次讲什么呢？讲讲这个文字变形，比如说这个字它怎么写出来，怎么写成这样啊？哎，那咱们先看一些例子吧。哎，这叫名字与 logo 啊，很多同学制作的，非常有才啊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勾啊，三个勾很合理的啊，勾在一起。啊，这个横呢，哎，互相之间有个遮掩关系。你的名字能不能做呢？用量形成的量，是吧？这是什么路径，对吧？这个梁旭同学这块有一个日，对吧？哎，这块有一个日，哎，很好玩。又加了点这个图层样式，做得非常好。啊，学习啊很认真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路径描边，但是它有什么呀？一个这个颜色的抖动，对吧？它是双重颜色了。不透明度啊，明度啊，是不是可以抖动出来？哎，啊，这个勾上了，对吧？还可以拉伸一点。哎，蔡雨成同学啊，做得非常好，啊，比较专业一些。这个东西怎么做的？你仔细观察观察。实际它是两个事儿，第一个事儿是什么？第一个事儿是描边，对吧？用一个比较粗的描了一层边。第二个事儿是什么？是填充，对不对？用一个比较细的在里面填充了一层图案，对吧？定义了一次画笔，定义一次图案，然后对路径描边一次填充一次，哎，效果非常好。这个呢，哎，哎，做得非常可爱，哎，加一些小效果，啊，哎，这是做旧的感觉啊，一个印章，这个也非常好，发光。有一个隐隐约约的雪，对吧？这个也利用了这种字体的特性，哎，甚至可以做出动画，哎，做出动画，非常漂亮，哎，这张图非常有生活感，我觉得非常漂亮。啊，这个是怎么做的？是不是路径啊？路径连在一起，对吧？矢量化，怎么把这个图像变成路径啊？就是文字变成路径啊？然后做出各种效果呢？好，那咱们现在来讲一下。那么首先呢，就是这个心和心怎么做的？心和心怎么做的？比如说吧，我在这念一个吧，念一个心和心怎么做的？心和心的联合，心里面有一个心啊，就是心心相印吧，或者说你心里面能容下别人啊，容人的感觉。
这个心，那么这个心有点太板了，板正了，把它变得好玩一点，比如说变成行楷啊，行楷又太廉，是吧？隶书呢，哎，隶书又太这个不太，隶书可以，甲骨文太原始了。哎，你看这个甲骨文和这个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右圆啊，就右圆吧。右圆这个时候我 Ctrl T 一下它，然后把它压扁一点，这样是不是扁一些了？扁一些之后怎么把这个擦掉啊？比如说我用 F7， 这个时候我用这个橡皮擦要擦它。成不成？他说山格化，那怎么办？我先把它变粗吧，是不是应该先把它变粗？怎么办呢？哎，字符调出来变粗先，变粗了吧？变粗了之后再到图层上去，用这个橡皮，哎，等等，用橡皮擦擦一下，山格化吧，山格化了。它现在是不是就是变成一个普通图层了？把这个图层你要看不清楚的话，你把它这个选项变大点儿啊，这是不是出来了？然后再擦一擦，擦掉了吧？擦掉不能先擦啊，先怎么办？先把它选出来 ，Ctrl C Ctrl V， 然后怎么办呢？先移动开，然后在这个图层上擦一下啊，在哪个图层？在这个图层上擦吧，擦不掉，啊，擦掉了吧？擦掉之后这两个对吧？你把这个Ctrl T 放进来，再转个圈，这是不是就放进来了？哎，变成点的形态了，对吧？稍微压一点，是不是这种感觉的？哎，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形成了？哎，心中有心啊，用别人的观点去怎么样？去这个，去考虑问题啊，叫什么呀？多考虑别人的这个主观的环境啊，多考虑他的心理状况，这叫什么呀？体谅啊，挺重要的，体谅啊。那么再做一个吧，比如说这块有这么一个，有一个口啊，有一口，哎，把这都删除，好，然后怎么办呢？就是一口，变小点。什么字体呢？用这个楷体吧，比如说。口，这口，那么这有一口呢，把它放大点，这口呢太小了，这么大，哎，这也不是很大，72点，再超一点怎么办？300可能太大了，200比较合适吧。这一口，那么这口啊，你看它这个形状不是很好，那怎么回事呢？它怎么这么像素化呀？这么像素化，那我给它换一字体。换什么字体呢？换一个雅黑啊，或者换一个右圆，或者换一行楷吧。行楷太细了，太粗了，把这个去掉。然后呢还是楷体吧，楷体。好，楷体有了之后怎么办呢？然后呢这里边口里面又一个口啊，口中有口，口口相传，哎，什么意思？把它放过来 Ctrl T， 口的副本里面又一个口。你看这里面又出一口，对吧？那现在我要写什么字儿，你能感觉出来吗？我要写什么字儿？哎，我下面要写的字儿是什么呀？我不能在这儿点，一点就把这个点出来了，是吧？我怎么办？我把这个复制出来一个副本来，对不对？我再双击它，我把它变成一个八字儿，口八口啊。那么这是什么字啊？哎，这个字实际哎，我再把它眉毛弄浓点儿，成不成？太浓了也不好看。那么这是什么字啊？首先这肯定是不用造，对吧？哎，这字现成就有，这个字是不是就得造了啊？你看这个字是不是就得造了？这是什么字啊？这是一个愤怒的怒字啊，它的这个字是这样的。哎，好，那么这块这个有点不好玩，那么也还成，我觉得。然后怎么让它更好玩一些？那么就在这个八字上面做点文章，哎，把它山格化。首先把这块擦掉，用 E 点 E 啊，用油漆桶这个橡皮擦工具把这擦掉，擦了之后呢，在这块再用刷子工具再把它缩一点，主直径缩一点，这个硬度再缩一点，然后呢，在这个 Ctrl 加，哎，在这儿，咦，那么把这个变成零，变成100%，再把它稍微的缩小一点。小点，然后这块出现皱眉的感觉，这块出现两个眼睛，
啊，两个眼睛，啊，这很诡异啊，诡异，甚至怎么样，甚至不出现眼睛，啊，出现这种很凶残的样子，啊，很凶残的样子，啊，你在说我吗？好，那么好吧，这个就是这样了。那么如果说我再造一些字，成不成啊？好，那么我们能不能造一些字呢？比如说造一个什么字啊？哎，这个。作为这样的字，什么字呢？把这个眼睛先关掉啊，关掉，哎，关掉，关掉，关掉。那么这个时候在上面写字，写什么字呢？写一个字叫"奔"，啊，这由什么组成呢？这由三个牛来组成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如果说我不知道这个字，我想这个找到这个字啊，以前学校附近有这么一个啊吃饭地儿，叫"奔三川"，好像是。那么三个牛，三个羊，三个鱼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做呢？这个时候我就点击它，对吧？我先写一个牛，懂成吧？牛，牛牛牛啊，羊羊羊啊，嘿，写羊吧，羊，羊羊羊，横线以绒线羊毛衫啊，羊，三羊开泰嘛，啊，三羊开泰，哎，这三个羊出来了，这个羊怎么样？是不是就跑这儿来了？这是什么羊啊？这是喜羊羊，这是什么羊啊？这是懒羊羊啊，这个懒羊羊。那么你看这三个羊出来了，三个羊出来还是不太对，就是说这个应该是撇儿，这个应该是提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它这个是不是这样的？看它这个，哎，这先关了吧，这个先关了，把它挪到这儿来。你看它这是提，对吧？这个有点撇的意思，怎么才能做出这种感觉呢？哎，我造字我得造出合适的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就得想办法了，对吧？这是羊一、羊二、羊三啊，这是羊三啊，羊三羊。那么这个，哎，能不能做出一个"红太狼"三个字合在一起啊？哎，可以吧？那么这个是首先就改上面这个东西，上面这个东西要把它这块改成"撇"，怎么才能改成"撇"呀？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就先 Ctrl 加，把这个选区加载起来，加载出来。加载出来有选区，实际就有什么了，就有路径了吧？把选区加载成一个路径，有路径之后就有什么了？就有形状图层了吧？这个时候我添加一个纯色的、红色的这样填充图层，这个变成什么样了？它是不是变成一个路径了？那么有了路径之后我怎么办呀？我就选中它呗。比如说我要改什么？我把这改成撇，对吧？那么首先撇是这样歪一点的，对不对？这样歪一点的，那么把它放大一点，这块是两个锚点，那么两个锚点呗。哎，这样撇对吧？这个点往里拉一些，哎，这样是不是就形成撇的感觉了？撇的感觉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撇的感觉。那么这块可能是一个尖点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添加一个锚点出来。你看鼠标放在这儿，自然而然变成加号，添加一个尖点，用转换点工具把它转换成一个尖点。这样是不是就出现撇了？这个点是不是还可以往这边撇一点，对吧？往这边撇一点。好，这个撇就出来了。那么看看它这里面的状态啊，这是已经是尖点了，对吧？尖点就别动它了。然后这个点是弧点吧？这个点应该这块好像是两个点。那么把它转化成一个，先把它移动到合适位置，然后再把它转化成一个合适的点。啊，这撇就出来了吧？这撇。撇出来了，这个点呢？这个点把它这样转化一下，哎，撇，这个点再往前一点儿，哎，这个再往上一点儿，这个再往上一点儿，这个呢，再撇的大一点儿，撇大一点儿，撇大一点儿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个再把它转换成一个尖点呗，尖点，已经尖点了怎么办？拉开，拉开，拉开之后再把它缩回来。缩回来，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把它缩小一点。这个时候，这个点呢，把它缩小一点，是不是这个撇就出来了？是不是这样的？好，那么再看这个怎么把它变成提呀？变成提，是不是这个？哎，就是它，对吧？怎么把它变成提呀？这个时候是不是首先也得 Ctrl 键把它选出来？然后怎么办？然后加载成路径吧。当然，我可以用选区剪的方法，我先把这块剪去两块。是不是更快一些？选区剪，哎，把这块先剪去这边，然后这边怎么办？再剪去这边，是不是这个就出来了？然后这题一会儿再做呗，
一会儿再做。然后这个先把它转化成一个路径，选区转化成工作路径，这个路径有了，有了之后在图层这块新建一个纯色的红色的，然后这就有了。这个里头再怎么加出这么一个东西来啊？哎，首先肯定是钢笔工具，对吧？钢笔工具，哎，再用钢笔工具用加的方法在这上面画。我点，是不是这样就出现题了？然后怎么办呢？用路径选择工具怎么办？把这些东西都选中了，选中了之后一组合，是不是组合出来了？是不是提了？你假如说提的不够大怎么办？那就是直接选择工具吧，往这边挪一挪，好，挪一挪，这个怎么办？这边挪一挪，这不是就提大一些了？再看这个字是不是就相当于造出来了？哎，这个羊基本不动啊，这个羊基本不动。那狼狼狼能不能形成一个呀？哎，也可以啊。这样呢，这块还是有点问题，那么还得调啊。这块有点鼓包似的，怎么把这鼓包去了呀？那很多方法，对吧？选中这个点，把它往这边挪，是不是就没鼓包了吗？这个点往这边挪一点，这个点勾出来一点，然后这个相应的这样的感觉一点，是不是这样了？哎，这个撇出来，哎，撇出来，撇是平撇吧？这样是不是成了？啊，非常简单吧，非常简单。那么这个又往这边一点，哎，反，总而言之就是不断调整。好，这个点是弧点，那么这就可以了。还可以造什么字啊？可以造字很多，比如说这个时候我要造一更复杂一些的，比如说我要造一 O easy 怎么造啊？那就先打上呗，先打一个什么 O easy 对吧？打完之后，然后呢，这个是这种，这个时候啊，我要把这个 easy 先这个变成黑的。那么这个时候我再重新做一个 O easy， 那么这个 easy 变成黑的就变黑了吧？ easy 搁这儿，然后 O 和 easy 之间什么关系啊？是这种嵌套的关系。O 往了这儿 ，O easy。然后呢就是加个蒙版呗，加个蒙版，把它怎么办？蒙一下，把这个蒙一下，红颜色的这个欧蒙一下，欧蒙嘛，欧蒙上了。这块呢，哎，这块要蒙上，它是不是就，哎，这块也应该蒙，我觉得。哎，然后中间那块不蒙，相当于怎么样？环环相扣吧，这样是不是环环相扣，扣上了？扣上之后怎么办呢？再加一些东西呗，比如说把这个y 怎么样？把这 y 这个横这个绕一圈来，那就是还是这样，把它先加载出来，然后加载成路径，是不是普遍方法就已经掌握了？当然，你做的越大，这个路径会越契合，对吧？越跟你的想象是一致的，纯色黑的吧。好，黑的出来之后怎么办呢？路径选择工具，哎，路径这样选中了它，往这边拉，啊，往这边拉，这个往这边一点。哎，这个往这边一点，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绕一个圈吗？绕一个圈，哎，好，这样，再加一个锚点，在这儿加一个锚点，然后把这个锚点拉下来，加一个锚点拉下来，然后呢，这块，在这儿加一个锚点，就把它绕起来了。好，那么这个挺简单的耶，好，挺简单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块好像又多一锚点，就不断加减呗。把这个锚点剪了，这锚点剪了有点乱了，这个锚点再剪了，哎，更乱了，是吧？这个好长啊，这个路径，就是说这个控制手臂好长，是吧？好长怎么办呢？把它缩短一点，哎，这时候这个路径就得加减，这个时候找到它，再往这边拉，先基本形成这种模式，然后再调呗，选中这个点的时候能够调它两边的这个方式，这个往这边压一点，这个往鼓了压还是往扁了压吧，这样往扁了压，然后这个点呀，应该最好是弧点，如果弧点就最好了，弧点，那么这个时候，哎，调成弧点，但是弧点是弧点呀，它这个两边曲率应该不太一样，这边曲率怎么样？这边曲率大一些，确实弧点，但是曲率大一些，这个时候它怎么办？它也是保证这样的一个方向，对吧？也是这样一个方向，但是呢，这两边又不太一样，这个呢收一些。这边怎么样？这边放一些，好，放一些，哎，然后呢，
这个点是不是也是应该是这样的？哎，把它，咦，好，好了，这个点怎么办？哎，一样的呀，一样的，通过这些点来控制它，对吧？哎，这边也是一样的，最后做出一个弧来就成了。哎，这边这个弧有点大了，有点大，那就调一下，稍微有点大，调一点点就可以。然后这个点呢，这个点是往这边调，哎，它有一个保护膜似的，保护起来了。哎，这样呢，好像是。哎，好了，那么然后怎么办呢？然后比如说，这块呢，可以给它怎么样？给它好像是水龙头似的，滴一滴水，滴一滴水。那水在哪儿呢？找水啊，找水。水是什么颜色的？水是黑的，黑水啊，黑水，白山黑水嘛。啊，然后呢，这找水滴，水滴有没有？还有花儿啊，花儿。那么花儿呢，可以啊，就水滴底下是花儿呗，水滴底下是花儿。然后怎么办呢？等一下啊。这块长这么一个花儿，这块长这么一个花儿，哎，这个花儿搁这儿，哎，这个反了吧，这可以搁这儿，哎，这个花儿有点太复杂了，我觉得，我不喜欢太复杂的东西，啊 ，O easy 嘛 ，O easy 就简单一些，看这儿有没有现成的啊，这块儿有没有现成的植物啊，植物，看看全部吧，全追加过来。水滴有了，水滴有了，好，这滴下一滴水，啊，用移动工具把它移动过来，滴下一滴水，那么这个就有水了，有水了，放这儿吧。然后呢，再画别的，再画别的，这个有花儿，有花儿，当然不一定是这非在这里面找花儿，对吧？这块儿有花儿，这花儿还挺好看的，哎，这儿有一花儿，怎么办？移动工具，移动过来，移到这儿来，这花儿太大了 ，Ctrl T， 哦。当然除了这种方式还有什么方式啊，我不在这儿找花，这花好像都挺复杂的，那怎么办？到哪儿找花？哎，还成，在画笔里面是不是也有啊？比如说这里面找一花成不成？这有一树叶是吧，这有草，看看有没有花，这来蝴蝶，蝴蝶，蝴蝶搁哪儿？这花旁边有一蝴蝶啊，不要这么正怎么办？当然可以 Ctrl T 对吧，还有什么方法呀？我可以 F5 吧，把它调出来，是不是这蝴蝶方向就可以改变？哎，看看，这蝴蝶太多了。哎，然后呢，把这个间距拉开，弄成一个蝴蝶，这样一个两个就可以了，一个两个。哎，这儿有一个蝴蝶，那儿有一个蝴蝶，这儿点，点不了，为什么点不了啊？白颜色，在这儿点，点，还是点不了，为什么呀？你看看呗，这块它是蒙版是吧？相当于蒙版，那么。显然不能在蒙版上弄，对吧？在上面建一个涂层呗，黑颜色的，在这儿弄一个涂层，变小一点。蝴蝶，蝶恋花啊，蝶恋花。这儿有蝴蝶，然后呢，哎，就比较生活化一些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再往这边挪挪，往这边挪挪，哎，这边再变小一点，直径变小一点，啊，好，这儿这边也得长朵花是吧？这边长朵花呢，一样就很对称，完全不一样呢也找不。就是说是可以找着，但是完全不一样也不好，那就有一定的相似度，还有一定的变化性。怎么找呢？那还显然还是这里边呗，这边是这样的花，这边呢是这样的花吧。哎 ，Ctrl T， 然后再这样挪一下，这个呢 Ctrl T 这样挖一下，出来了，这个花出来了。这花出来之后，这边太多了，把这个删除怎么办？路径吧，路径就是路径减去的方法，路径减去这块。好，然后再组合，现在这个东西应该比较熟悉了吧？组合，哎，组合有点组合大发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再拉一下这个东西，用直接选择工具。总而言之，这个东西应该是由你来控制，而且是越来越熟练的。啊，这块呢，这个东西怎么办？这个东西能不能删掉？哎，可以删掉，对吧？哎，这边没有花，这边没有蝴蝶吗？这边没有。那么好吧，大体的形状就是这样。当然我也可以怎么样？我也可以把它做得更好玩一些，上面有雷呀，有天空啊什么的。那么基本上完成了之后，我可以把它合并 ，Ctrl E。合并成一个一般的图层，那么这个图层之后就可以怎么样？就可以做一些颜色调整啊、滤镜啊什么的，就合并图层了，相当于。
那么好，咱们看这么一个图，这个时候我想写一个文字啊，这是一个广告，我想在这块写一个文字，随着这个飘散的香气啊，我写一个什么字呢？我写一个字叫什么呀？叫哦，长这么大了我还是爱吃手指头啊。哎，好，这个时候选择这个，好，多大呢？就先这么大吧。啊，长啊，我爱吃手指头，我爱吃手指头啊，这个啊，然后随便哈哈哈哈。好，比如说这文字就有了，这文字有了之后怎么办呢？我让它随着这个飘飘啊，飘怎么飘啊？你看它飘，哎，这样，然后怎么办呢？然后是文字变形吗？文字变形，哎，文字变形，文字它是文字对吧？文字变形。飘根据怎么什么飘啊，这块可以波浪对吧，波浪或者旗帜，你发现没有，旗帜，但是旗帜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什么，它只能拐两次弯，换句话说它只能这样一下这样一下，最多也是这样一下，如果说我要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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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办，多拐几个弯怎么办，这个时候啊可能就需要一些新的东西了。那么什么新的东西呢？首先把图层调出来，把这个呀先删掉，删掉之后啊，我先画一个路径，你看啊，画一个路径，在这儿起来一次，这样又起来一次，这样又起来，哎，我这会画的是形状填充图层了是吧？那不对，我要画的纯路径，怎么画纯路径啊？哎，选动这个纯路径，这三种模式一定要清楚啊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这是不是一波尚未平息，一波又来侵袭的感觉？哎，这是不是又一个路径了？我现在让这个路径上写字，当然这个路径又有点什么呀，有点过了，有点过了，那怎么办，往下缩点，又往上收点，但是它肯定是比刚才那个文字变形的旗帜要好一些的，对不对？那么文字变形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哎，别着急啊，这个时候我再点这个文字工具，那么我把鼠标放在这上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什么东西啊，哎，你看这个时候是怎么样，是在上面写的，就鼠标刚才有变化，你发现了吗？比如说我把鼠标放在上面，鼠标放这儿的时候是一种感觉，放这儿的时候，哎，不对不对，这一定要选中路径啊，一定要选中路径，把这个图层删了，把这个图层删了，然后选中路径，这路径刚才画在哪儿了？画在这儿了吧？工作路径，把它变成一个一般路径，一般路径之后再到图层上去，用文字工具鼠标放上去，你发现了吗？鼠标是有变化的，变成什么？贴着路径来的。那么这个时候我写什么字啊？我写浮沉随浪，只记今朝啊，这块把它变成白的。这个香气啊，浮沉随浪啊，只记今朝，浮沉随浪，记今朝，记今朝。好，那么这它不够长怎么办？这个时候用直接选择工具，你发现啊，直接选择工具，这时候在这点啊，这块调这个对吧？我把它往这边拉，它会有两个点，一个点是什么？一个点是前点，一个点是后点。那么前点，你看前点往这边拉，发现了吗？是不是拉开了？后点往这边拉，哎，它是不是就拉开了感觉？哎，那么这个时候我还可以怎么样？我还可以把它上下翻转，发现了吗？浮起来啊，翻下去啊，这是浮沉随浪了啊，不是随浪，是随浪啊，浪，哎，这个图腾，掉，选中它，啊，浪，刚才看不见，所以打错了，其实都可以对吧？通假字嘛。浮沉随浪，记今朝。那么这个时候把它字体变大点，成不成？稍微变大点，哎，是不是可以了？哎，再看看，把这去掉。哎，这块又看不见了。直接选择工具，发现了吗？哎，这个后边界啊，后边界找着，后边界拉大点，哎，是不是？但是它这个，你先发现前边界是没啥问题，但是随和浪之间不太合适，怎么办呀？哎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怎么办呢？图层呢？图层在这儿呢，把这个随和浪啊选中，然后呢在字符里面这个来加大什么呀？加大间距吧。你看这样是不是就飘起来了？对不对？这样飘起来了吧？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一个弯，两个弯，三个弯，它是不是就随路径走了？但是这个时候我用直接选择工具，我还可以调这个路径点吧。这个时候，哎，这个直接选择工具有这么几个作用。第一个是调整它的起始位置，发现了吧？起始位置。它有三个，一个是起始位置，一个中间位置，还有一个最终位置，还可以调上下，比如说调到上面，调到下边都可以，对吧？我把它放在这个后边，它是调最终位置啊，调放这前面是调起始位置，哎，
那么中间位置是干什么用的？中间位置可以调上下。那么这除此之外啊，除此之外还可以调这个路径，对吧？当我选定它的时候，它就不是一个普通路径了。在路径里，除了这路径三之外，还有一个专门给这个文字的路径，叫什么呀？叫这么一个，哎，把它看不见，拉长点看见。什么什么什么的文字路径，这个是一个什么文字的图层名称？比如说我把这个图层改成什么呀？改成文字层，我的文字层。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了。这时候再看路径，你看我的文字层的文字路径，对吧？这个是文字和图这个路径的第一种用法。还有一种什么用法呀？比如说我在这画一桃心啊，画一桃心，这样画一桃心吧。桃心的时候，我把文字鼠标放在上面，哎，不对，把这个选中这个路径啊，选这个路径，路径在哪儿呢？刚才这工作路径，把它先变成一个普通路径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画笔这个搁在这儿，然后这个时候说写什么12345，是不是可以写很多字啊？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可以把在文字工具放到里边去，新建一个图层，把文字工具放到路径里边去，哎，放到里边，你看它这不行，为什么呀？是因为太小吗？图层路径，它这反了，你发现了吗？这个路径呢，它关系是减的关系。那么我要重新画一个路径，那么这个路径什么样呢？哎，那么这个关系你别弄错，这加和减的关系别弄错。哎，还是画一桃心儿，画一桃心儿。这个时候再选文字啊，你看，移到上面是移到上面的状态，移到里边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上面里边不一样。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在里边写什么呀？字小一点吧，比如说6号字或者5号字，这里面是不是就可以写字了？哎，因为这个太不清楚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可以再改变一下字符，把它怎么样？把它这个间距变成自动吧。它现在是不是写的所有的字都在里边写的？有没有发现，在里边写不够怎么办？写不够就没办法了。但是它所有的字都在里边写的，有没有发现？移动这个路径的时候，它是怎么样？哎，这样它是移动路径的。这时候再到路径里去看看它的状态是什么，这路径还是文字路径，对吧？还是文字路径。当然把整体放大就会看出一些效果。比如说把这个东西 Ctrl T 啊，把它放大，把它放大，里边东西不放大吗？哎，里边东西是不是也放大了？哎，那么这个时候图层把它这个东西变大点，清楚点，是不是这样就清楚一些了？清楚一些了，对吧？但是始终是什么呀？始终是在这里边呢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始终在里边呢？好，这就是文字和路径的两种关系，一种是文字在路径上，一种是文字在路径内里边。那么文字还可以做出什么效果呢？比如说做这个文字上啊，我要沿着这个表这块做出一个路径来，成不成？哎，那就做呗。首先是用纯的钢笔工具做出这种感觉来，对吧？好，做出这种感觉来，再用直接选择工具把这个点选一下，再空一下，对吧？啊，人都有一空啊，什么意思？还是放这儿啊，这个表很准呐、啊，写字，写什么字？写白字啊，写白字，我容易写白字，啊，这个表好准啊，哎、啊，这一广告语了。把这个鼠标放到这儿，这边拉开，这边也拉开，拉开，这个表好准啊，是这种感觉的，对吧？这种感觉的。好，那么这个间距啊，什么都可以调，字符、间距，加大一些，缩短一些，对吧？这提升是什么意思？就从这个无路径之上的地方提升了，对吧？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横排竖排的时候，这些东西整个是相反的，对不对？横排竖排的时候，这些东西有些这就相当于什么？这就相当于行间距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说原来的行间距，那咱们看一下，比如说
那么咱们具体来看一下吧，比如说这块这个文字，那么这个文字怎么办呢？这个文字我选中了，选中了之后怎么办呢？把它设定一下，这个横排的，哎，横排跑跑这儿来了，再往这边挪挪，它是不是就竖排的，然后呢，再把它选中之后，来看一下它这个相应的一些参数都怎么设定的，这个不会有变化，然后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原来是横排的这个行间距，现在变成什么了？变成竖排。哎 ，Ctrl Z 啊 ，Ctrl Z， 把这个往这边移。现在变成竖排的行间距了吧？竖排行间距了。然后呢，这个缩放都不会有什么变化，这个变更扁一些，更扁一些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原来也是横排的，对吧？因为现在这个间距，这个除皱和他们俩的间距，它是挨着它，所以它的间距应该是怎么样？应该是横竖着的了。这也是竖着的，发现了吗？它是不是也竖着的了？字符间距也是竖着的了。这个是不是也是提升跟这个也是竖着的了？再看它，哎，这怎么对齐，对吧？也是竖着的了。左边距这不明显，右边距不明显。这个守望缩进比较明显吧？包括这个段前段后也是竖着走。好，那么了解到这个之后呢，咱你发现了吗？这个字怎么做的？有黑有白，这实际也挺简单的啊。首先啊，我先做这么一个东西，作为什么呀？作为一个纯路径，就是在这个找着终点，先 Ctrl R 把标尺调出来，找着终点。这个终点，比如说这1 2 3 4 5 6 7，这是多少？7点，我把它单位换一下，换成英寸。这是1.5，就正好是中心，对吧？把这个路径画一下，纯粹的路径画一下。好，这块画一下路径，哎，好，画一下路径，哎，好，有路径了，对不对？有路径之后呢，实际要把这个路径封闭，要把路径封闭，这边封闭起来。这路径封闭了，封闭了之后怎么办呢？封闭了之后啊，把这个图层调出来，给它添加一个纯色填充图层吧。什么颜色？黑颜色。然后就在上面写字，写什么字呢？写易经的易字，易。啊，写易字，实际差不多272，差不多。哎，易，写了之后呢，把它拉下来。有点不合适大小 ，Ctrl T， 那么怎么办呢？缩小一点，按住 Shift 键，保持原比例，这样是不是就缩小一点了？缩小了一点之后呢，这就有了。再看图层状态，这底下是这样一个，这是这么一个。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把它这个加载出来？加载出来怎么办呢？给它加一个矢量模板啊，当然很多方法了，比如说这个先给它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以选区为主进行运算，说白了这个黑白的关系就是选区的黑白，对吧？啊，还有一种是以路径为主进行相应的运算。那么当然我这个用选区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选区啊，我把它存储一下，右键存储选区，这叫 E。好，有了它之后呢，再把这个图层加载出来，把这底下这个加载出来干什么用啊？加载出来是和刚才那个做运算，对吧？选择，然后呢，载入选区和刚才这个 E 怎么样做运算？怎么运算？相交运算。这一做相交运算，你发现什么东西出来了？底下这个应该白的地方出来了，对吧？所以它怎么样？应该涂成白颜色。这是不是成了？再看上面之后也是，把这个 Ctrl Shift 把这个选区先加载出来 ，Ctrl Shift 加 I， 把上面这白的是不是就加载出来了？白的选区出来了吧？白的选区出来之后怎么办？然后还是做运算，选择载入选区，然后呢还是和 E 做选区，哪个呢？还是相交。好，这时候这黑的是不是就出来了？实际已经出来了吧？已经出来了。那这就不用做了。然后下一步就是说，这里面可能会填充一点颜色呀什么之类的东西，那么也挺简单的。怎么办呢？这时候新建一个什么图层？建图案图层吧。但什么图案都可以，比如说画一个这种白格的图案，这白格图案之后把它选择成什么呢？选择成正片叠底。你像这个在不透明度再拉低一些，或者 Ctrl M 一下，很多种方法。这个是不是就出现这种纹理了？当然它那种纹理是你自己定义的一种纹理，对吧？
大体这样的方法就可以做出来了。好，路径呢就讲到这块，下一个内容是滤镜啊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